哎呀，今天太忙了。我前两天发现一家店还不错，带你去看看。哎，你跟我来嘛。你要带我去找他？哎，不是，跟我来，快走。哎，齐素媛。哥们，昨天让你做了两个招牌，你做好了没？哎，做好了，等会儿人给你送过去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啊，好。你点了什么呀？你猜啊。哎，素媛哥，到了。啊，哎，你看，这个真的可好喝了，我上次来喝。哎，对，你尝尝。你怎么在这上班啊？啊？你这样我怎么吃啊？哎，不是，我上次喝的不是这样子的，你干嘛呢？哎呀，今天太忙了，给弄错了。不是，那还不赶紧换去啊？哎，素媛哥，这是我们店的双层草莓送。哎，好，来，是我们店的招牌哦，尝尝。好吃吗？很好吃嘞。那当然了，作为男朋友，我能骗你吗？谁家的烟草好吃，跟你们。来，再尝一下白月光。啊。这个是我喝的白月光，就是喝它跟初恋的感觉一样。那不就是你吗？哎，现在笑了，不生气了。你要不要喝一口？那你尝尝。那可以做我女朋友了吗？问你怎么样？好。嗯。好喝吗？初恋味道吗？当然有啦。哎呦。哎，不是，素媛哥，要不再送你个烟子？妈，回去再收拾你。